如今各大国都在航母上发力，而一些国家拥有核潜艇技术，为何不直接套用到航母上呢？而另一个拥有核航母的国家告诉了我们答案。航母作为海上最强大的利器，拥有无可匹敌的战力，中国的国产航母即将服役，的确给了我们不少信心。不过相比之下，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美国，其地位仍然不可动摇。而中国的核动力航母又将如何实现呢？有些人表示，像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这些国家有自己的航母，同时也拥有核动力潜艇，反正二者的核心都是核反应堆，原理也差不多，为何不直接结合起来，将核潜艇的技术直接移植到航母上呢？这样的话，那核动力航母不也就有了吗？实际上还真的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做的，美国并非全球独一无二拥有核航母的国家，除了美国11艘核航母外，还有另一艘核动力航母，那便是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。法国的核航母很大程度上的确得益于移植核潜艇的技术，但这艘航母也成为了各国核航母计划的反面教材。为了给戴高乐号航母装上核动力，法国人直接拿了两具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 K-15 核反应堆作为动力系统，但随后便发现这个反应堆在核潜艇上用还好说，但对于航母而言却严重动力不足。而戴高乐号航母的总输出仅为76200轴马力，远低于法国第一代常规动力航母克莱蒙梭级的126000轴马力。在海试中，戴高乐号跑出的最大航速仅25节，创下了二战后新航母最低速的尴尬记录。尽管法国人计划2040年才将戴高乐号航母退役，但实际上各国都明白，这艘航母很难形成战斗力，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。当然，戴高乐号航母还有一个功劳，那就是帮助中国避了一次雷。要发展核动力航母，专用的核动力系统还是必不可少的。随着中国核能技术的显著提升，中国核动力航母的建造也安排上了日程。毕竟核试验平台已经开始创建，核航母也就不远了。